柳岸凉小馆。等等，那么黑，我们等一下要去爬上山，然后在这边刚好他在招牌哦。等等，这个叫做焦黑鱼，很焦很焦的鱼，来吃一口看看看好不好吃。你要吃好，吹吹，好，你吃牛排炖饭吃。来，好棒。焦黑鱼，焦黑鱼，好吃吗？很香。好吃啊、哦。焦黑鱼。然后这是安格斯牛排炖饭，他们还有叫他一个，点他一个很有名的南方糖炸鸡松饼。松饼和炸鸡在一起。对啊，甜的炸鸡，小朋友很爱。还没啦，看那边。来看一下怎么拍，这样好像拍不到。来看镜头。好啦，等一下，我在录影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看看有没有。来吃一个牛排，看牛肉好吃吗？好吃。牛肉还蛮嫩的。安格斯牛排。斑斑好吃啊、哦，那刚刚有谁要炒的吃面面？李敏用餐具呢？餐具不要放在里面啊！你用过了，用过就放在搁在桌子上就好了。好吃吗？好吃哦。很多油花。蒜饼炸鸡来了。哦，你的蒜饼炸鸡这个可以拿走，没关系。哇！松饼炸鸡加枫糖，南方人怎么吃口味这么重？好甜哦，超甜的炸鸡，枫糖炸鸡、哦，我现在都闻到甜味了，哎，我都闻到甜的味道。哇，枫糖松饼，来吃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吃？那你要吃，他不会切，哦，超甜的这个。这里还有枫糖，哎，你不要整个都给他，我整个都把它撒上去啦。你的手不对，右手拿刀子才会有力量。好，我帮你撒一点。太甜了啦，这个太恐怖了。好，你吃一口看看，吃一口给大家看。感觉。哇，这么大口。有没有很甜？有没有很松？超好吃。好好吃。超好吃哦，很甜吗？赞。是吗？你好好笑哦！跟小文在吃，很专心的吃他的饭。你看，大家，汤汤，好了，吹好了，好棒，好。他的加松糖枫糖的炸鸡哦，哇，现在蛮嫩的，甜的炸鸡。南方人的口味啊，对啊，美国南方人的口味啊。所以小文爱吃肉肉，你也给他吃一口看看。好吃吗？很嫩哦，小块一点。要吃肉肉的举手。我。看看啊、哦，慢慢咬。吹边吹边，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跟大家讲好不好吃？好吃哦，好吃哦，好吃干嘛皱眉头？太烫了。来，这给你，咬了你再吃。耶！姐姐，吹吹啊、哦！撒娇鬼。皮好脆哦，赞哦，推荐给大家。你们今天是来帮爸爸修电脑的吗？没有帮忙修到电脑吗？没有，准备修理小孩。我们在那边玩。对，修理小孩。修完电脑来吃。那等一下去爬山哦。好，继续享用。这小文这松饼这么好吃哦！对啊，超好吃哦！不信你自己吃吃看。加了枫糖以后，你那么爱吃，你说你吃几块都可以是吗？来，你吃，你吃看
好吃哦，好好吃哦，好好吃，我爱吃，整块都你的。你要回家封糖吗？好了好了，够了够了，好，拿起来吃给我看。哦，你要夹在上面哦，盘子上面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你拿起来给我看。哦，哎呦呀，你看那个，哎呦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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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用叉子吗？他会拿，对啊，老公啊，你会拿哦，好可爱，还要一片啊，哦，还要一片，天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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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吃就好，胖死你们，好吃，好吃，加一点点。赶快去吃，我们等一下去爬山咯，我们要去爬象山，这家店就在象山的路口，就是象山的那个往上坡的那个路口而已，像牛奥良小馆，推荐给大家咯。 Nora 对啊，所以去爬象山前可以吃，或是爬完回来也可以吃，休息一下，对啊。好，那记得咯，订阅加分享，按小铃铛。小文讲，小文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小铃铛，拜拜。姐姐讲一次，姐姐想分享按松饼铃铛，松饼铃铛哦，好吃哦，开心耶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大家，我们要吃扭蛋机，为什么要扭扭蛋？如果你等下爬山没有自己爬下来，我就没收哦。哎，诸位你。仙牛姐姐的，来，这样，这是什么？鬼灭的哦。对啊，看鬼灭之刃。嗯。等一下，怎么用？一个掉进一个。这个模型。对，一个放下去。嗯。再一个。对，好，牛。掉进了吗？这两个是给我，这两个给我。是孙小文。对，孙小文的给我。出来了吗？还没，要到底。对，好了，什么颜色？有啦，到底啦，但什么都没有，怎么可能，我，哦，还要再转，哎，出来了，蓝色，哦，蓝色，他刚刚有研究一下说红色是米豆子，不能开， no no， 你要爬完山我才会开，是小文的，等一下，是小文，不知道会是什么，哎，等一下让孙小文自己转，你帮他放，好，孙小文自己转，你自己转，孙小文你自己转，自己转，转转，来，你让他自己转，转两圈，转这边，对，好，来，姐姐一起。你在这边看哦，让姐姐转哦。哎，你卡住了，我看你钱是不是没有弄好？你钱没有放好。等一下，你有这么等一下。啊。好。什么都没有。怎么可能？好，停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已经到底了，应该会有啊，哦哦，哎，等一下，你看那刚刚姐姐讲说你轻轻去两个，但她没有出来，哎，这是一只住的，哦，这是一只，哎，出来了，有吗？哎，没有，哎，那我去跟姐姐讲，啊，等一下我跟姐姐讲，等一下哦。我们今天要到观景台，我们已经爬到一半了，爸比在那边，我刚才休息想拍影子，然后爸比就走了，所以我们就拜拜。